各位朋友大家好，又到了大家夜市跑跑照的时间。那今天冰箱带大家来什么地方呢？这个地方是那个龙井，这是我们台中的海鲜，然后这边有一个叫龙井夜市啊。今天是礼拜一啊，礼拜一有开啊，因为下午就是有出门了，所以就顺便，既然就出门了，就有开车出来，就来这边看一看。那这边是离市区蛮远的，对，不过我也没有来过海鲜这边的夜市啊，所以我们就来看看这边有什么东西吧。
啊，那我现在已经把这个夜市逛过一圈了，那基本上呢都是在那个大高边哦，大高边，然后它一个就是高边啊，迄路几条，然后到后面有一个庙埕，庙埕这边也都有，然后很热闹，因为应该毕竟是乡下啦齁，就是龙井这边，所以也是大家晚上主要出来吃东西啊，休息就是买东西、逛逛、吃东西的地方。天哦，那现在天还是亮的，很多摊子还没摆好。今天这夜市休闲带大家看到这，拜拜。